先将表面毛刺去掉，磨一下，用油丝推。好，反一面。如果还有锋利，用油丝再弄一下。好，拆除，把旧的拆下来。啊，两颗螺丝拆下来了，刀片，新的刀片放上去。刀片稍微卡进去，大概0.4到0.5毫米，两边都要卡进去，一二两个位置都要卡进去，距离要一样啊、哦。用一只手压住，啊，将螺丝拧紧。刀片已经去到这槽里内部了。好，再把瓶切开放上去，没有切的，来切出来的效果。这个时候太细了，它很容易断，所以还需要下一步。将这个缺口加大。还要再加大。完毕。